桂兰，天晴了。哎，拜，你一会儿去找秋荣，再给说和说。当初是秋荣他爸托我给保的命，如今闹成这样，我哪还有脸去见他？你看和和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吗？要不你去吧，你们女人家在一起静，话好说。啊，嗯。哎，少少，去去去！山上乖娃，长得像你娘一样多亲呐！快吃奶哟，奶奶香呐！阿水，秋荣妹子，你别生气哦，我是逗娃娃耍呢，啊！阿水，秋荣妹子，桂兰姐，你这是咋了？二水，啊，你跑这儿干啥来了？这不，帮我忙吗？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想在这孤儿寡母身上找啥便宜，我可告诉和和收拾你。好嫂子，看你这说哪儿去了？天地良心，我可干了啥事儿了我？秋荣妹子，那我走啊。瞧你这日子过的哟，秋荣，你年纪轻轻的。就这样长久孤单下去，我盼着一口气上不来，死了才好嘞。不许说败兴话。秋荣妹子，你跟和和毕竟好过一场，又有了珊珊，还是复婚的好呢。你们这算啥事儿吗？好好的一家人，一时掰成了两下子。他的火点不旺，你的炕也烧不热呀。要不我和你辉辉哥再狠狠说他一顿，让他上门给你赔话来。他是听说的人，他神大的嘞，你们说他还少吗？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的，辉辉哥只不过当了个媒人，心里过意不去，就收留了他。就是报答你们，也该听劝吧。可他呢，不是照样胡折腾？听说呀，如今政府叫咱折腾呢，他有那本事吗？烧窑窑塌了，养鱼鱼也死了，一点家当全都贴赔了进去。你说咱找的是啥人？是冤家。谁要豆腐？豆腐嘞！谁要豆腐？是，和和还没起来呢。啊，叫他睡吧，做豆腐啊，累死人嘞。你给他留碗饭，啊。嗯。这买卖能赚多少利啊？听他说，一斤豆子就落个七八分钱。我天，才七八分钱啊！和和心眼实在，豆腐架子干，秤也撅得高，哪能挣得下钱呢？
把咱那猪给合合一头，杀了吃肉，卖了拿钱，都由他。人家把豆渣豆浆都提笔给咱喂猪了。问你话呢，你嘿嘿啥呀？哎，在做豆腐，我给他搭把手就是了啊。呵呵，那哎，嫂子，我锅里还有剩饭呢。叫你吃你就吃，你这么没名没黑的跑，吃喝上也凑凑合合，你还要不要你的小命了？哎，你放筷去，臭烘烘的地方你品嘛个啥？嘿嘿，嫂子真厉害，要是换了别人呢，每天非打你几顿了。打我做啥？我除了不会生娃，哪样叫人家挑剔过？辉哥，明天我给你修个茅房吧。不要不要，就这儿好，屎拉在猪圈里，猪吃了能长膘，还能踏肥呢。嗯，你修你的，他不要我要。妈妈，默默，默默给你涮菜吃啊。爸爸，妈妈啊，妈妈默默表示呢哈。咋睡了？不做豆腐了？这几天熬的人都散架了，你去吧啊！我一个女人家，黑漆半夜的。哎，和和又不是外人，你只需要把你那张嘴啊，检点点就对了。使那么大的力拉锯啊，我来。屎难吃，钱难挣啊，苦到咱这农民就不能再苦，下辈子脱生，我说啥也不给农民当老婆。那可由不得嫂子了，我从姑娘到媳妇儿，整天厮守着石磨，啥时候等这八寸厚的磨盘磨掉四寸，我也就老掉牙了。嫂子，那可不一定，人家关中农民都使电磨了。人家是中华地面，哪是在那大山里能比的能耐。
多呀。回来了。睡死鬼，我要是不回来呢？这不通人性的东西，还嫌遭害的不够吗？说我真是浪荡鬼，败家子吗？那倒不是，我就不信我这命里只能永远的败下去。再来，来，四爷，你们少喝点儿。呵呵，你听哥一句，当农民就要像个农民的样子，只要你答应往后不再折腾，我包你还是一家滋滋润润的日子。秋荣那边我也敢保说得通啊。桂和哥，嫂子，我打算出门了。你不是说醉话吧？一些老战友来信说他们闹得挺红火，我想去看看人家是咋弄的。和和，桂和哥，我求你件事儿，求你帮帮秋荣，他是过于苦了，眼下我们亲人成了仇人，我搭不上手了。这你就放心吧。啊，我这男人活到这一步也算丢尽脸面了，我和儿要是干不了点事儿来，就不是娘生养的，也不再期望进了秋荣家的门了，苦巴巴的求着他重做夫妻，一年两年十年八年，只要他知道我和是什么人就是了。哦，嫂子，来两拳。我哪会划拳啊？那就猜宝。哎，不猜不猜，和和不猜了。哎，
和和，猜有没有？猜吧，输了我替你喝。有。有。有。你老猜有，那能不输吗？有。我赢了。我赢了。妹子，你上哪儿去？地里。哎，那我去帮帮你。不用了。你这就贱卖了，你看。我也拿不出什么好的来，做的上，做的又少盐蜜调料的，叫你将就了。你真会过，这要省多少火柴嘞？过日子。来，来，来，叫大大，叫大大爸。来，犁地喽，珊珊。让咱们也带上三五天，也乐呵乐呵。来，珊珊。哎，你看珊珊要你的。哎，对。哟。月亮也长长高，骑白马挂腰刀，八个老狼赶跑了，赶跑了喂。我说。啊，要不求人给咱抱个娃娃来？不要不要，你看珊珊多年你，你是有娃娃的命嘞，娘娘会显灵的。你又去娘娘洞烧香了？我咋不去呢？去给你赎罪嘛。我有什么罪？不会生娃就有罪，世上不会生娃的多了。不会生娃倒有功了。你去吧，让那娘娘保佑你自己生个娃去。哦，珍珍，可怜，大大，
他要是在家，能让娃多叫他几声爹也是好的。他要是在家，娃娃就抱不过来了。哎，秋荣多贤惠的，和和硬是跟他过不到一起，恐怕这也是他的报应啊。这也是你当哥的说的话。来。大哥啊，您这日子过得不错嘛。农民嘛，就是过日子。哎，郭伟哥啊，跟人家一比，咱差远去了。哥哥，来来，这跟你见啥世面了？人家如今的道理啊，不光是说不清了。家里还有电冰箱呢。穷是穷点，啥事儿就都由队长操心，这日子过得倒也安稳。冰窖了，专门这地分。人心各有各的想法，日子反而过乱了，也不知是咋了。大哥，您那章程啊得改改了。政府提倡个人折腾，发家致富嘛。哎，哦，哎，你们这儿啊，满山都是宝，还怕发不了财呀？按我说呀，哎，搞点钱，买台手扶，它算啥呀？山货一运出去不就是钱吗？就挣了十几万，我哪弄那么多钱去？我天哪，做买卖吗？做买卖现在可是正大光明的事儿了，这叫商品化流通。郭伟哥啊，这次阿成帮我搞了批猪王，都是优良品种，保准能赚钱。来来，喝酒。哎，大哥，你别不信呐，你呀是叫这鸡娃娃给窝住了。要不我拉你出去看看啊。嫂子，你也一块去吧。我早就想出外去看看呢。现在政策好了，谁跟不上谁活该。来吃吃，来来来，好来好来来来，辉哥，秋子，和和给你买的哦，还给我买了面镜子呢。你又不是十七十八的，照着要着冲嫁人呢。他倒比你强呢，这么多年也没见你想过给我买个啥。哎，和和准备养榨蚕，想让你跟他合伙呢。合伙？他说合伙可以搞得大些，还可以搞点别的，各自分包一面，这样挣的钱也多些。挣钱？他合伙能挣钱？我才不上这当。人家都在闹腾，你还迟疑啥？和和不是说了吗，山外的动静可大了。你眼见了？那和和还说谎不成？那也是人家山外，这世上的事情啊，看起容易做起难来。咱又不缺胳膊少腿的，人家能弄咱为啥不能弄？和和说，和和和和，你怎么事事都向着和和？你是他老婆啊？放你的猪狗屁。天哪，这一大片林子都是你一个人砍的啊？我这叫蚂蚁啃骨头，没办法，找谁都不愿意和我搭伙。你别怪罪你哥，他就是那一木脑袋，胆子又小。我明白了，这片林子都得砍吗？啊，砍掉老杆才能长出新枝叶来，榨蚕的嘴刁得很。这回你要闹就闹出样来，不要老是让人家耻笑。这里有八十块钱，是我私房攒的，你先拿去用着。嫂子，这别这那的，拿去凑个本钱，挣下来再说还我的话。这是我找出来的一块布料，你该给他娘俩买点东西的。没买，是你没把人为到。这块布
你去行章商店的纸质包起来，放枕头底下压平平的，明儿个求你慧慧哥给秋荣送去，就说是你特意买的。哎，嫂子，收拾了，收拾了，吃饭。哎，放快些，吃完饭你陪我到镇上买窗户纸去。买那东西做啥？你没见咱那窗户纸的黑成啥样了？那换件衫子。听说镇上到了一批带彩色的纸，咱买来换换。花那冤枉钱，要彩色当饭吃。吃吃，你就知道个吃。三十大几的人说出话来跟七老八十一样。好好，买买。啊，瞧你身上这构架，都能种庄稼了。农民嘛。农民就该是你这样，何可不是农民，哪像你？有构架，有福嘞。嗯。你身上的虱子都是双眼皮的，好大的福！你再这样脏下去，我也和你离婚，看你还有什么福。要不你去吧，啊，咱老夫老妻的私跟着赶集让人笑话嘞。笑话啥？你和我私跟着丢你人了？秋衣你倒拿起来。我自己去，我就自己去，我去再相个女婿回来。猴儿啊，你上哪儿啊？赶集去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嫂子也要到镇上买东西，你先跟着给参谋参谋，你的眼力啊比我强。走啊兄弟，咱俩私跟着丢不了你的人。哎，你俩这是咋了？漱口呢。是跟和和学的吧？嗯。我说和和啊，你当了几年兵，这洋玩意儿倒学的不少，那嘴是吃五谷的，莫非有了屎不成？别说你那丢人现眼的话了，以后你也学着刷刷牙，要不跟我这样使盐水漱漱口。我才不闹这洋名堂呢。还不呢，昨儿个牙掉一颗了，想都掉光啊？都掉了我镶满口的金牙呀。公社马主任就镶了金牙，人家说话才是金口玉言呢。会哥，进屋歇会儿吧。哎，嗯，珊珊，快叫大大。大大，叫大大。大。楼架上写，天地楼架破。会哥，一会儿二水来了，你帮我挡挡他。二水？他说了，今天来帮我上粪的。他三天两头来，硬缠着我要给我帮忙，把人整得没办法。可惜二水人品差了，又馋又懒，以后他再来
你只需要吊起脸不理他，他自然就会明白了。慧慧，你嚼舌头根子，你就不怕嘴里生蛆吗？你出来，你看我揍不扁你。哎，你狗眼看人低呀、啊！啊，我懒了躺你家了，我馋了我吃你家了，秋了妹子理不理我啊？干你屁事！要你来吃这份西洋醋，你出来，你有种的给我出来！我打你个满嘴充分的我。好啊，你等着。秋了妹子，这个给事儿啊。哎呀，慧慧，你等着，你要跑了，你就不是好孩子。哎呀！嫂子，看娃娃书呢。你去哪儿？到镇上买书去。我也去，等一下。兄弟，你可别误会，是秋柔妹子找我帮忙，可不是我要。不说这，我问你，你这么一天天的浪荡下去，心里就不烦？那有啥办法？就那么点地，籽一撒就没事了，别的事儿咱又闲不下。你愿不愿意下苦力挣钱？啊？你心里什么好？要是愿意的话，就来和我一起养榨菜。你能要我？萱，看妈妈干嘛呢？秋荣，桂兰姐，秋荣，你不上山看看去？萱萱，蚕都长大了，珊珊她爹这回可真要发了。咦，怎么还敲敲打打的？唱戏吗？那是轰麻雀，辛辛苦苦喂养出来，叫麻雀吃了还行？咦咦咦，嘟嘟飞，桂兰姐，嘟嘟飞，你常去山上？可不，我三天两头的去。你是没见那满树的蚕宝宝都现出身子来，黄灿灿的，可爱人呢。我做点吃食给他们送去。走了，珊珊。桂兰，上后山去了。
人呢？哎！辉哥，你是咋了？不咋。抽这，我特意买的，你不抽再也没人抽了。来，哦，我回去呢。到哪儿去了？我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。饿死活该。这岸上啥吃食没有，擀好的面条，蒸好的馍，你先到家也不说搭把手生个火热热，要是没了我你就不吃不喝了。哎，你倒凶起来了。我问你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后山啊。后山？后山有啥够你魂了？你不怕外人笑话，我还丢不起人呢。外人说啥了？放他娘的猪狗屁了。我去帮帮和和，有什么错处让他们指责的？你说。以后不许你到后山去。我偏去，要不是看中你，我早合伙养蚕了。我为啥不能去？你说呀。啊，好啊，灰灰，正事儿上寻不着你，邪事上你倒有心眼了。你叫喊那么大声干啥？我就要喊，就喊了。我行得正，走得端，我有啥怕人的？二叔，兄弟，哎，你也中邪了。他一直恍恍惚惚的，饭也不吃，话也不说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不会的。桂兰姐。哎，谁呀？桂兰姐。哦，秋荣。
谁？秋柔，秋柔。秋柔，秋柔，我剩了把骨头，这几天啥也不许做，在家里好好补补身子。哎，秋柔，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苦我不怕，就是恨你没良心。我也想有个家呀。这些日子窝在人家屋里，白天黑夜的只有个花子伺跟着，这滋味好受吗？怪谁呢？算他爹，我卖了两头猪，攒下了100-200块钱嘞。今天咱的麦子长势好，收了麦又能卖不少钱，不知道够不够买头牛的，你说呢？要不咱不买牛，先买几只小羊喂着。哎，哎，我听着呢。好，从明个起，我百事都依你。老老实实的蹲在洼子里，捂庄稼过日子。可你也得依我一件呢。我一个男人家，总不能拴在你裤腰带上吧，是吧？等地里的活不忙了，我再出去转悠转悠，寻个牢靠的出路。你，哎，哎，秋柔，你。你听我说嘛，我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败了，这算啥事儿吗？我听了你的，你也得支持支持我吧。你再让我试过一次，行不？我是说等地里的活不忙了，到今年冬天也行，等咱手里有了闲钱，我再出去。你这个坏良心的东西，你回来是骗钱来了。即使这样，你为啥不早说？你把我当作杀人了，你给我滚，滚！哎，何何不见了。他不会寻短见吧？你别胡说八道的。你怎么保得住？人到这一步受不住了。那快找找去。哎，听到听到，
慢点。好。知道这叫什么？切，倒贴我钱我都不抽。超级浓缩尼古丁，这叫大炮。下乡那阵我们常抽。这什么老儿？是要钱不要命了？攒了票干嘛？留下小崽儿。哎，嘴里接着得好不好？农民嘛，不会抠，能抽万元户。来，农民兄弟。抽一支，有福同享，减少点污染。钱少，哎，都拿出，都拿出，都拿，留着慢慢抽啊。大家知道，中茶是中国的要地，所以争取了中茶的主动。这场球的胜负，大爷，就是各位观众，现在伴随中场断球时，来。沉底传中，好球进了！好球！漂亮了，他笨蛋！浪费你所有的宝贵的家具，倒地还是？怎么了？你怎么现成的？谁搞的？拿钱给我！你啊，出去！出去！你为什么不出去？我告诉你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又是有意思！让我们出去，这么多钱，你怎么不出去？来吧！别闹了，打我！你们这群黑心烂肝的乌鸦！啊啊啊！来呀，打呀！把我打死，我就走运了。我怎么了？我省钱也不是，我花钱还不是，偷的，这是偷的。这是血汗挣来的，还说我是万元户？不，我是万元户，万元户光荣了啊！我不是万元户，万元户难呢。给给给，嗯，难呐！我还没死呢，你哭哪门子丧？你去找他，把他找回来。亏你想得出。你不去我就去。你是疯了，你去找他，这村上人怎么说，镇上人怎么说，县上人又怎么说啊？怎么说？说桂兰去找和和了，还能说什么？大不了说我对他好，好就好了，好有什么错？我一没偷人，他二没跳墙，谁把我看两眼笨？不管咋说，你去不成。我打不烂你我。好啊，看不出你挥挥也会打人了，你打吧。你敢给我迈出大门一步，哎？你闪开，我卖给你看了。你朋友哥。你们这是咋了？你还回来干什么？
你怎么不死在外头叫冤狗？好了好了，兄弟回来了，快收拾饭去。啊，你这点成好人了。你呀、啊。小朋友，人呢？爸，哎，来了。同志，干嘛？我申请贷款。贷款干嘛？我在报告上都写着呢。养五鼠要修一孔窑。五鼠？啊，五鼠啊，就是飞鼠，很有经济价值。他拉的屎啊，就是中药五灵脂，专治妇女病。哎，真的。这屎要是沾上尿啊，就更值钱了。不带，讨厌！哎，你什么态度嘛？有意见找领导去。同志，同志，同志，要不少带点，300块也行。10块也不行，国家的钱能带给你去胡折腾？这怎么叫胡折腾呢？这县科委都支持我。县科委啊，人家非要有个富裕户做保人才行。300元，这数字不小啊。你好好想想，真能搞成功吗？县科委答应帮我搞，一定失败不了的。咱这深山人家，拿出个40、50的。倒还勉强，太多了，实在拿不出来。你是不是少带些，我就做你的保人啊？哎，那不行啊，我都算好了的，最少得这个数。万一赔了呢？信用社要款，你可以屁股一拍走了，谁也要不了你的命去。这保人就要全部包赔来。我能拿得出来吗？兄弟，我也是骆驼瘦死，空留个大架子。郭月哥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给你丢人的。有那么做难吗？仅仅让你做个保人，又不是要你立马3刻就拿出钱来，拿什么架子？你懂个啥？这个家是你当掌柜的还是我当掌柜的？你能当掌柜的，我也能当掌柜的。走吧，要饭的要到门上，也不能给这张嘴脸。走，呵呵，我给你当这个保人去。你敢？走啊！你给我回来！哎，辉哥，辉哥，你好啊，你打人，你走吧。哎哎，今天我就打你了。我辉哥，辉辉哥，嫂子，哎，辉哥，辉哥。辉哥，哎，嫂子，哎，好了，都怪我，你们的保人我不要了，行了吧？你别闪开，我这个家叫你搅和的够乱。何贺，你回来，你。你说呀，钱花哪儿去了？那是我的私房钱，你管不着。我今天就管了。你的钱，哪有你的钱？钱是我黑水汗流挣来的。这个家没我经管，你能挣钱？那80块钱嘞，也不能平白无故没了呀。你不说呀，那就是心里有鬼。有什么鬼？我借给何何养榨残了。人家当初找过你，你不答应吗？好啊，你！哎，哎呦！反了！辉辉，你今天不把我打死，你就不是条汉子。我今天打不死你，我。你打，打！我让你打，你打呀！不过了。
忘了。好，砸吧，本事大哟，砸个干净，锅也砸了，房子也点了。我活的什么人呢、啊？自己的老婆出来向着外人、啊，活的什么人啊？你使劲打，我活的冤枉，跑坡梁上打去，好像众人都看着。桂兰不会身亡，男人嘴大气粗暴，女人嘴大，又碰上个日本佬棒吹的和和，那不是干柴烈火吗？灰灰真可怜，老实了半辈子，到了还闹了顶绿帽子戴。哎，告诉你们，昨晚上打的可凶了，牙也打掉了，煤油灯都打翻了。听说啊，喝的那条狗都不正经，专找些野狗。呵呵，啊，这两天咋没见桂兰上山呢？不知道。哎，我说你也太冤枉了，什么事也没呢，就惹了一身骚。要是我呀，我早就跟他睡。你再敢胡说！啊，不说，不敢，不敢说了，不敢说了。怎么了，老鼠？哎呀妈！嫂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那是飞鼠，是我专业从山上抓回来的。吓死我了！我从小就怕老鼠。嫂子，你们分开过了。呵呵，你就喝那稀汤，人还能出力啊？不碍事。嫂子，辉辉哥一个人日子咋过呀？咋过？叫他也尝尝没人伺候的滋味儿。老婆又不是他裤腰上的烟袋，想磕就磕，想摔就摔呀。哎，都怪我不好。你不好什么了？你也是天底下最没出息的汉子。你为什么要走？是你做了什么丑事儿？是我做了什么丑事儿？你这一走，不是倒给说是非的落下话瓣了？嫂子，你要是真待我好，你就听我一句话，回去和辉佑哥和好。要不，你再也不要到我这里来了。嫂子。哎，饭得了。不过了，就是不过了。你以为你是宝贝蛋，我舍不得你吗？哟，我命那么好啊，我还是你的宝贝蛋。我不会生娃吗？你早就安下心要往外撇我呢。就是的，就是的，
我就撇你了。呸！呸！嘿嘿嘿嘿。养了三十几只，才死了两只。嫂子，小肥鼠可好玩了，瞪着两只小眼儿，吱吱吱吱吱吱。和和呢？又瘦了吧？没，我卖了好几回肥鼠粪，手里有钱了。和和命真好，有人心疼。是是是。贵哥，这麦子行吗？这麦子长得好啊。这洼子里啊，除了我那片地，怕是没人赶得上来。亏你操心费神的，才有这结果。我一个女人家，也无法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等顺顺长大了，再孝顺你吧。秋荣，有句话你信不？不管那和和啊怎么折腾，到头来也得来我的面前认输。我看把话说死了。回家了啊！贵哥，啊，我头里先走了。哎。就你一人呢？你不是人？那你是知道我来县城啊？不知道，这几个月你干什么我不知道。嫂子，龟哥知道你来吗？我来干嘛要让他知道啊？走，把老鼠屎卖了，领我到各处看看去。多少年里我就想到县城来看看呢。何儿，你知道我怎么来了吗？你老听着人干什么？他长得好吗？还不让人看？哎，哎，婆婆你看，哎，哎，嫂子，婆婆你看啊！一般的时装表演是对纺织产品研究的一次探索，是向全省人民献上的一束小花。你怎么还没睡，大妹子？
你在外面跑得多，都像县城这么阔吗？嗨，这算什么？大城市的世面，你们这儿就没法比。啊，我明白了。明白什么了？明白了一个人。哎，大妹子，我要是有了钱，我也要到外面去跑跑，钻到我们山洼洼里，啥也不知道，跟人家一比，咱好像都不是人了。你们城里女子都吃啥长大的？这么水灵，活脱脱像是从画上走下来的仙女儿。哎，你长得也挺漂亮的，打扮打扮，烫个头，比我们强多了。我才不稀罕那鸡窝头呢，到收麦田扬长，落进一层麦糠去，梳都梳不开你。秋荣姐，快，桂兰跟何何私奔了。走，看热闹去。我王家就败在我手里了，我对不起先人的我，我对不起先人的我。何何也是。我早看出来了，要不秋荣那么好的媳妇儿，何何怎么就舍得离了？哎，造孽呀！叫几个人拦个绳，把他们捆回来。对，捆回来。那你就去。哎哎，那我还有事儿，走。嗨，别瞎操心了。哎，人家早远走高飞，过快活日子去。同屋住那大妹子，看起人文文的，实际上还开通的不行呢。下午她硬拉我一起去洗澡，一进澡堂子，差点没把我羞死。那么多人都光着身子在一起呢。那有什么关系？都是女的，有什么害羞的？我有句话要说，听不听在你，可不许生气啊。说吧。这是两包烟丝，你给慧慧哥带回去，就说是你买的。你这是还我那块布来了？不，嫂子，这些日子你处处为兄弟着想，不能不让兄弟也为你想一想。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人呢。慧慧哥。秋荣，慧慧哥，还没吃吧？秋荣，我还不如死了好。可怜见的，人心割肚皮，谁能看得出来呢？
趁热吃吧，不能这样糟践自己嘞。哎，赫赫又不要你了，放你这猪狗屁！怎么是他要不要我？二婶儿，哎，二婶儿，二婶儿，咋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这不是我的家，我不回来上天啊！给，和和给你买的云南烟丝。你又来糊弄我呀？你就不怕天打雷轰？你，我要再叫你们糊弄下去，我还被你们勒死呢！我们是谁？你们私奔？私奔你？你们就跑得远远的。我永世见不到你们，我也清净我。好啊，慧慧，你就这么糟践我？我去趟县城，怎么就私奔了？你说，我既私奔，还回来做啥？我好命苦啊！原想我一口气好忍，回来给你慧慧低个头，说句软话，咱们就这样过下去。想不到。哦，这小婶儿闹啥呢？这成了花案了。回来怎么了？不嫌丢人又回来了。丢人呐！热闹，没事儿干。知道这是？这么多人来看热闹，来啊，屋里坐，看个清楚。慧慧，你出来！今天你不当着众人的面把这张脏皮给我揭了，我桂兰就不能依你。瞧那假正经的样，谁知道这是什么事儿？狠狠的胳膊搂得有劲儿吗？好，我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你好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慧慧，慧慧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春夏秋冬，从头到脚，哪样没替你操心的？今天你就这样来报答我，你的良心就要狗吃了。你眼睁睁看着人家欺负我，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别再是我的男人。谁是你男人？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，你给我滚得远远的，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男人。给，拿着，回去吧，啊！进屋坐吧。哎，秋荣，我来是说一声，麦子顶多再有十天就开镰了，还是先给你收吧。那怎么使得？我和桂兰这一分，那点麦子有三天两后上就完了，不急呀。慧慧哥，
你哭到咱两个就不能再哭了。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咱们两家就合在一起。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全当我没说。不，不是，我是说，外人会不会说咱呢？顾不得许多了，要是还顾这些，我一个寡妇人家来对你开这个口，还成什么样子？有什么办法呢？好端端的一个家，突然破了，我知道那苦楚，我受够了。好，秋荣，啊，别，不行，使不得了。慧慧哥，咱要成也要成个堂堂正正的，把旁人的嘴堵住了。等过了这一阵，你找个媒人来说和，也免得别人风言风语的。哎对待嫂子，你们为什么要离婚？问你自己啊。你好糊涂啊。呵呵，你听着，以后我的事儿啊，你少插手。慧慧哥，你给嫂子赔个话，你们再去复婚啊。你闪开。你去不去？呵呵，你欺人太甚了。你我回来了，嫂子。谁还是你嫂子？
累了吧？我给你做了点菜。来，喝酒。菜宝，菜有没有？有。有。有。回娘家，走，走吧，都走吧，和和也走了。和和又走哪儿了？阿成来新叫走的，让他去跑运输，说是能挣大钱。那飞鼠呢？都不要了？都交代给我了，可我一个人干着有啥意思？哦，他们今天结婚呢。还假模假样让我去喝酒，糟践我了。你说我能去吗？要去的人可真不少，都是些拍马屁的家伙。我才不去，我就不去。秋荣啊，秋荣，你也太没良心了，你看不上我二水，我了不起打一辈子光棍吗？啊，光棍怎么了？光棍就低人一头，不去。我就不去，呸！灰灰，我早看出你了，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。哎，我说桂兰，你跟侯是什么事儿吗？啊，你们两个有情有义的，管着别人放什么屁呢？哎，我说桂兰，去把侯叫回来，我跟你们两个办喜事，还没尝尝呢。跟他回唱唱对台戏，桂兰。一块钱，豆腐八斤。哎，抽烟，抽烟。
哪儿干开了？这不省点装修费吗？哎，咋样了？合同签了，报了200吨。你为啥不全包呢？就10天限期，那能跑得过来吗？咱连轴转吧。好。你看你妈，三哥，这回酒烧得好啊，来尝尝啊。哎，小五子，喝酒来啊，管够啊。来了。顺他爹。你说那事儿会不会冤枉了桂兰姐？嗨，你们女人家就是心重。事儿都过去了，还想他做啥？那倒是嘞。秋荣，有了吧？哎，我要你再给我生个白胖小子啊！写信是吧？他能开信就好了。啊？他不识字儿。啊，走吧，走了。咕咕咕，咕咕咕咕，咕咕咕。我说你心里也太没人了，哎，就不说我二水吧，还有桂兰呢。哎，这拖拉机向啥城来的？现在归我了。好吧，好啊，拖拉机一响，黄金万两，走啊。
我的天！桂兰，桂兰，我是你嫂子呢。你走啊你！你回来干什么？你走，你走，走！你怎么不走啊你？明天去集城卖粮。如今粮价这么贱，咱别卖了。卖，贱了贱卖，钱不够，拿什么拉电？咱不拉电了，没有灯不是一样点吗？人老几辈的，没有个电灯，也没坚持睡觉，睡颠倒了。要了，这电一定要了。桂兰那身打扮，配个男人衣服，穿个毛毛鞋，少不成啥样了吗？好好
情歌要响啊，风啊风啊，默默不是心闹根，我要我想风啊风。